少少啦，即係有少少感觸咁樣咯。其實、最近出了一隻歌就是 Season 2 啦，咁跟住其實而家呢排就忙緊錄啲國語歌咯嚇，因為都隔咗好耐冇出國語歌，咁啊而家都即係啲歌就都收咗好多噶啦，咁啊有啲又要即係飛去新加坡啊，有啲又要飛去台灣啊，咁即係要飛嚟飛去，即係睇下個監製喺邊，就要飛去嗰度錄音咁樣咯。咁就其實嚟緊希望明年。就可以出啲國語歌咁樣咯。啱 Steven 做完演唱會個嘉賓啦，佢啱啱上個禮拜都應承咗，可能會想幫 MV 做導演喎。你會唔會即係同佢再合作啊？佢話要幫我做 MV 導演。係啊，上個禮拜真係問佢會唔會啊，會唔會同 Kelly 再合作啊？佢話都 OK 喎。哦，佢講下啫，係嘛？佢又唔知我咩？唔係，我真係要拍 MV 喎，因為好多國語歌而家係揾緊 MV 導演拍咯，係咯。是不是之後都會個日文歌會不會去日本宣傳啊？我即係出日文歌嘅。其實就嗰個是幫手合唱啫，其實正式是他自己要去日本度做宣傳，因為我自己太多嘢做啦，因為我而家又錄緊國語歌，跟住又要巡迴，跟住又要去內地巡迴，跟住又要拍 MV， 又出新的國語歌，又要宣傳，咁啊，係好多樣嘢啊，係啊，咁所以就做曬自己啲嘢先啦。派佢自己搞掂佢啦，佢應該搞得掂噶啦。其實佢見到我嘅，即係我喺香港，佢就見到我嘅嚇 ，OK 嘅，佢唔會投訴嘅都係。都會嘅，但係今次我去美加登台嘅，即係開演唱會，佢哋會一起去咯，因為即係適逢係呢一個 Christmas 啦，佢哋有假期咁可以一起。去過一個白色聖誕咁樣咯，因為自 Covid 到而家，我哋冇出，即係冇試過一家人一齊咁樣去做去一個 family trip 咁樣，所以今次有得去咁啊，好開心啦，大家好興奮啊都。係咪個演唱會會美加新加坡，跟住先翻嚟香港？係啊係啊，先去美加，跟住內地巡迴，跟住可能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啊咁樣，到最後就翻嚟香港啦。都要下年嘅，即係都要去到2024年係咪？係啊係啊係。中度會唔會翻？應該明年底子啊，好似係，係。會唔會請翻阿 Lo 做嘉賓啊？你想請佢做嘉賓？啊，都要㗎啦，係啊，係啊。要 book 定佢啊？要 book 一 book 佢啊，係。會唔會都去睇下 Mira 演唱會撐下場 ？Mira 開演唱會咩？係啊。哦，咁啊，恭喜佢哋喎！安全第一啦，今次唔該。係啊。我都想即係問你攞飛機啊？嚇？攞飛。攞飛啊！我自己都忙到死啊，仲要攞飛，送飛俾我睇啊！我諗一飛難求噶啦，係咪啊？我諗我搶唔到飛啊！你使乜搶？我都要搶噶嘛，係啊！我 mark 定飛，好啊好啊好啊 ，mark 定，我唔知係幾時喎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！